我跟你说，我这可是露背装啊，不要惹我，一不小心我一那什么，一不小心我就给你转个身过来，后背直播，一点都没有，什么马鬼？不是，因为这种衣服的话，你不可能穿那种后面看得到的呀。我衣服可能是穿反了，他们说，其实应该那一面在前面。1米6，1米6，哦，终于有一个说实话的了呢，是吗？看一下啊，哎，我觉得还挺性感的。哎呦，好性感，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把持不住了，我有点。我自己把持不住了，随着身体一阵哆嗦，不存在不存在，控制控制，我要控制住我自己，控制控制，太性感了太性感了，受不了了有点。那样呢，是不是真实的，我做那个露后背的动作，你们截不截图心里没点逼数吗？谢谢刘 Timo 的飞机。真实的还问我，还威胁我，我受威胁吗？我是那种受威胁的人吗？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，知不知道？最好不要威胁我，都是骨头，太开心了，谢谢你这样说我。